啊，自从公开恋情以来呢，倪妮和冯绍峰一直都是爱的高调又甜蜜。你最近也是被传出有结婚的打算。那话说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3年了，这恋情那么稳定啊，倪妮也是有一个拿手绝活，就是下厨做菜。我会做红烧肉，需要用老冰糖做，然后再放一点点醋进去，对，要熬很长时间。说起自己的拿手菜，倪妮信手拈来。相恋3年，倪妮可是把抓住男人的心就要留住男人的胃这句话贯彻得淋漓尽致。那你有给冯绍峰做过菜吗？上个月他自己家的呢？他喜欢吃，只要是我做的他都喜欢。听听倪妮这嘚瑟的回答，电视机前的美少女们，这倪氏爱情秘籍你们学会了吗？